黑醋果汁，还有一些豆腐啊什么的，大家自己来看。蒸汤有鸡肉的，接着吃。哇！太重了。说茶叶片可以放在哪里放？茶叶，荔枝大溪冷泡茶，凉款。早上的气息不一样。是房间喷雾，超好闻的，很舒服的味道。然后这是在他的浴场也试用到的妆油，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生日的一天，被攻击。高千穗山峰蛮清楚的。这里是高千穗河源。国家公园。这边可以上去看火山口，大概走一个半小时，有点久啊。这里，要登到上面去。不是90。是啊。嗯。还是去喝咖啡吧。自己弄的。自己也有质感欸。耶，早安咖啡。好喝吗？不错，三年竟然这么贵。出现，我们家的是北方，现在，等下开上去。哎，它在冒烟吗？还是是云？樱岛，正对啊。今天要去樱岛。只没有饭，汤那些的单点600块。做早这边茶黑醋。Thinking about what you would do.这是 pistachio 开心果牛奶，然后雾岛茶的，我带一个走。好可爱的小店哦，外带了一个 monaca gelato 的那个最终。那我买那些好冷冻的，它不是双冷冻，它只有一种。漂亮嘞，这个。黑店，超美的耶！
刺身都有哎、欸，然后这边是冷冻的，然后冷藏的。就可以看樱桃。买了一个这个很可爱的造型，然后应该是那种炸的地瓜片，这是盐味的。I think I'm on to a new melody. It's not a mix of salt, bad talk, and open wounds. Heavy breathing and overeating has suddenly left me. Talking to myself after a bottle of wine is like inviting
Heavy spirit, I am you and you are me. How is that not strange? Oh, I don't wanna sit just to sit, but my healer told me the inner world will unfold just like that. It's a fact. And we can't be foolish for too long. I think I've written every song. 我们现在要去饭店了。Soon. From here on to the moon. 失礼します。空间不大，明天再看看外面的景色，还蛮感觉有点年代感的那一种双人床，走道小小的，所以如果带大型影箱，可能要住大一点的房间，走道大概是这样子。空间是这样子，把桌子移到旁边的话是还可以有个空间啦。这边有杯子，然后有附绿茶跟咖啡，鹿儿岛的茶看起来不错。咖啡很可爱。看一下厕所，厕所蛮新的感觉，感觉我重新弄过。洗手台。这个牌子的吹风机，马桶，然后里面是有浴缸，这样子有干湿分离的。好吃，还不错，耶！拉面店，好像是鹿儿岛拉面。对啊，那种。拉面，小。风味差不多。嗯。鹿儿岛拉面，骨拉面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它有软骨150克。
Right or sin, but as you stand